柔的把它的皮剥开，像你的情人一样，像你想要把那根香蕉咬断。他是啊，这个是免费可以看的吗？收看我是 channel， 我是 W， 我是李学姐。哇，今天这个背景怎么那么亮？非常白。哇，这个有灯，有灯，很多专业的灯。这样就知道要干嘛了吧？谁知道啊？谁知道？今天呢，我们是要来突袭拍摄写真的现场。没错，我从来没有看过哎，大家看过很多写真，可是应该没有看过拍摄写真的现场。大家都以为就是拍写真的时候，就是一个人，然后对一个摄影师，然后色眯眯的在做什么事情，但事实上是什么样呢？今天呢，是拍的人呢，跟被拍的人都非常多，真的好多。好的、啊，然后他们现在好像，他们好像已经开始拍了。他们有很多企划，然后现在刚好是在一个煮饭的一个单元。他的形象快要跟我一样高嘞。他的器材也是非常非常多的，我刚刚看他摄影机，有没有看到这么大的行李箱啊？是不是可以把我放进去啊？直接拖出国？你们看，你们看，我们等一下要经过摄影师了。哇，就是那种烤肉的场面。灯都往上面。对，然后因为会有一个是认真煮饭组，会有两个女生是认真煮饭组。这种棒状食物，他们是会在这边就是可以玩乐。哦，所以直接同时分两个地方拍。对，需要剪辑完之后是10分钟，所以说应该有很多可以到底下的。他们有大的胡萝卜、白萝卜、小的胡萝卜，然后再更小的黄瓜。等一下洗黄瓜，洗黄瓜，因为黄瓜没有洗啊，要洗。OK， 好，开机喽。来，我们先撑到桌上，开始摇一摇，把奶挤一挤，然后一个人头发，那右边帮我拨一下，嘿，噔，塞到他的诚心的奶里面，对，打开，可以，玩他，对，很好，然后再继续搓，继续搓，互搓互摸，居然里面是裤子。顺便把汗巾盖了嘛？对啊，它有在热吗？顺便在热。微波炉，这么大一台道具，你们看史上最大的道具，微波炉哎，我要微波蒸蛋了。参赛选手，参赛者，参赛选手座位去，对，因为等一下一位一位上阵。没有，我刚刚在旁边一直想要下一些奇怪的指令。他像你上辈子的情人一样，你现在想要摘下一根衣服，我像是轻柔的把他的皮剥开，像你的情人一样。他没有情人，没错。然后用爱慕眼神看着他，天哪，我好爱你。那这时候，丁丁拿起他刚刚被抛弃的大耳朵，奇怪，你怎么会被抛弃呢？然后现在很想要把那根香蕉咬断。继续吗？延续吗？对，延续的剧情。非常性感的一个表情，看着镜头，然后唱一首《江南》。为什么？每场都有他的专业在，对，不能只是看表面。然后珊珊就加入，你们两个就一起想办法把他的皮带脱掉。那从后面这样抱住他，就可以很顺的解开他的皮带。等一下，请问你那个怎么解？你看一下，拉开而已，拉开。好。很清楚吧？我近视没事，我近视。丁可以把就是丁的脖子下巴抬起来，好色对，然后珊珊，西西导演推荐睡衣，睡衣最好看。其实我什么？大家觉得好看的，好看未来吗？对 ，OK， 有我有看过，又在自肥了。要举着就好，要量起来屁股。哟，偷懒不是这样随便可以录的，500。好啦，我去充手机，手机要没电了，手机里面排了很多香香的妹子。好的，这就是今天的突袭现场。也在突。哇塞，这个真的是很多东西都不能放。他这个作品你非常精彩，对 ，Oh my god， 大概拍了2小时的素材，可能只有10分钟可以放在 YouTube 上。其实现场私底下是非常非常欢乐的，哎，很好玩，因为有一个一直在讲干话的导演，叫西西。来，茄子，这个后面好接的啦 ，OK 的啦 ，OK 的啦，哦，可以，他两手，他两手很爽，他帮我接完全部，可以，对啊，3、2、1 ，Go！ 啊，好大颗，两个人一组，水果会用。哇，这个会有个盆子，这怎么抓？对呀、啊。
个，哎，这个很难哎，这草莓啦，大大小小，太小了吧？掉大的或掉小的，这很难哎，它这个大小落差那么大，很生气，很生气，对啊，这是你自己钻进去的，对啊，好幸运，好用心。出的那一组呢，就是跳绳，跳绳而已，就跳绳而已。好的，好的 ，OK。那准备要开始喽 ，Check it out！ Non più trai farfalloni amoroso, notte giorno di torno girano, delle belle trovando al riposo, ma ci sei tu a dolcino d'amore。左手边呢，就是我们的第一组，然后右手边就是我们的第二组。耶！好，我们来比那个，好的。赛前的宣言，唱啊！虽然我个子矮啊，我弟赢得过你了。小芝麻的又是我们高个也有的哈。我告诉你，年轻人就是敏捷力快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开始了开始了。那请我们的第一组派出一个代表。好，就是你啊！你先，你啦，我们两个一起啊！Moments later， 怎么样？是我算赢了吗？好了，算有啊。耶！草莓不掉，掉了几个？我几个？算啊！掉了，掉了呀！好的，刚刚战况真的非常的激烈啊，但是还是有我们的优胜者。环节啦 ，Let's go！ 我要算一算哦，很难耶。我会帮你算，3、2、1 ，Go！ 啊，好难。